关于世界末日有很多美丽的传说。诺查达马斯曾说1999年地球会完蛋，基督徒说那个时刻会在耶稣复活时到来，有人说彗星会撞地球，有人说人类最后是被烦死的。唐代天象学家说乾坤再造再角亢，就是某个龙年天地将再造。玛雅日历说2012年12月21日太阳落山后，人类将看不到22日的黎明。我们说去你的世界末日吧。2012的生存法则不是逃跑主义，而是冒险精神。全新跑车双子 Mini Coupe and Mini Roadster 有一种生存叫冒险。常识决定胆识，登录 Mini 官网获取2012冒险宝典。